两天呢，全。外在你的内在气质谈吐行为举止都一样的重要，只有自己自信大方了，别人才不会看扁你。你看辣目洋子啊，他会因为自己没有白又瘦的脸蛋而感到自卑吗？我反而会因为他的洒脱自信有趣的灵魂觉得他漂亮很有魅力。姐妹们，颜值没有天花板，美丑也不应该被定